向佐曾吓哭郭碧婷，郭碧婷向佐蜜月旅行自驾出游，由于筹备婚礼加长途车程，两人都很劳累，想早点到达住处的向佐在狭窄的小路上开快车，郭碧婷直喊好怕，在撞到路边的树后，郭碧婷被吓得崩溃落泪，怕怕的。我们来外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悠悠哉哉的，不着急开快了。这里有树啊，这里有树啊。不高兴，你看哭了，这星期咋了？没事没有，再过去一点，拜托你。